好，大家好，翻返嚟个不收人追近嘅时间啦。咁呢，都谂咗好耐，都系唔做直播，冇咁多时间。其实咁就有83抽，理论上我应该 all in 嘅。好，OK，好啦。咁见到呢条咁靓嘅路飞龙嚟了啦，预备。OK，因为呢辑最劲地方好似系只只都咁劲，之前超人专登引手唔抽，第二只女帝啦。如果有睇我之前条片就知道，我免费抽抽中咗女帝，第三抽，喂。即系睇过好多直播都知道呢部扭蛋机都好难中七星，酷仔。咁就四抽啦。好，第五抽，即系一只七星都冇。好啦，六抽，第七抽啊，好啦。第八抽，明哥，重复咗已经，免费抽嗰阵中过明哥，第九抽，哇！即系十抽里边，真系一只七星都冇，好啦，第十抽啦。已经重复咗啦，真系好快。好啦，第十一抽，其实自己最想中路飞啦，当然话晒主角。有啲路飞情意结啦。第十二抽，今晚都算几压轴，又重复啦。好啦，十三抽，有啲克制，十四抽，好啦，第十五抽。唔知会唔会83抽窝落去呢？一只七星都冇啦。如果系，都系一个纪录。好，第16抽，17啦。哇！重复添已经，哇！啲几率低到呕。第18抽，个个都有中路飞啊！啲 friend，哇！又重复。第19啦，好啦，第20抽，系咪要 delete game 啊？其实
哇！又重複第四隻，黐線。抽下啲友情先。20抽好多重複啊！好啦，第21抽。好，第22。第23，超多重複。好，24。好，25抽。啊！又重複，即系一隻七星都冇，廿幾抽，26。27。哇！要27抽先中到第一隻七星。路飞，好啦，第28，好，第29抽，今晚几率好低啊！又重複啊，3隻，第30抽啦。哇！又重複。又抽多次友情。好曳啊！30抽里边先得一只七星，简直系宝石回收计划。好啦，好，第31抽。第32抽，明哥，第33抽啦，哇，未中过 BMG 啊，第34抽。我第5隻就抽到，第35抽啦，终于有第2隻七星啦。第36抽嚟嘅。又重複，都話4隻去到第37抽，重複咗啦，
第38抽。哇，又重複，去到4隻啫。第39抽啦。又重複。好，第40抽啦。卡出現啲乜嘢啦？哇！連續重複，抽多次友情先，太黐線。好啦，第41抽。哇！有重複，第42抽，哇！好難抽得齊，哇！明哥又再重複，43，我有啲六星都未中過，哇！真係咁多隻啊！44啦，哇，哇7隻去到黐線，啲機率咧好窒埋一邊，45，46。睇嚟要 delete game，47抽，差到嘔嘅啦，第48抽，哇，第49抽啦。係時候要 delete game。人魚，第50抽，哇！又重複。好啦，最後33抽，51啦呢个，又重複，重複得好緊要，52抽，53。哇！完全冇七星，潛晒水，5% 都冇，咁七星出現嘅機會率，好55抽啦，搞到我連我個 account 真係都唔知今晚抽唔抽。56抽，哇！又再 quit game，頂佢唔順啊！重複到，
好，第57抽啦。哇，黐線，繼續重複。好，58。第59抽。好，第60抽啦。哇，好差啲機率。好啦，唔理啦，都扭埋佢啦。抄飛起。第62啦。第63，哇，60幾抽得兩隻七星呢？呢、這個機率呢，簡直低到阿媽都唔認得。54抽，64應該，64抽。哇，不是，即系 BGM 都未出過啫，即系骷髏骨嗰只。我第一次出呢只六星，仲要系咁重复晒其他嗰啲咧。又重复，又 delete game 嘅啫，最后16，67抽啊呢个，哇，仲系 call 仔。真係好離譜！我如果其他人見到我呢種咁嘅情況，應該會 delete game，全部彈到。已經抽咗67次了。好啊，68。哇，继续重复，真好离谱。第69抽啦，抽第83抽呢，得两只六星，不得两只七星嘅喎，70啊。啲六星都可以抽唔齊呢，呢部機呢啲機率差到呢真係好離譜。71，72，啲石已經好難嘈呢只 game。都话第一次中呢只，第73抽啦，第74啦，第75抽，哇，仲系重复6隻，黐线，76抽，好，第77啦。
真好离谱，78啦。哇，仲系咁呢？重复呢，出咗好多绿星，79。好，80啊。K 零六 account 呢，今晚应该唔抽。好，最后三抽。哇！又系呢只黐线，摆两对10只。哇！83抽得两只7星呢，呢啲咁低嘅几率呢，三本果然系一个唔使大家讲嘢嘅人。只卡超低几率，好了。俾大家睇下，好啦，呢只我冇，又有4只。呢个得两只，呢个得两只，呢个得两只，呢个有4只，先換到，好，好多呢啲要換多隻路飛啊！當然可以換嘅話，10隻打。真係唔使諗。可以咁样换呢，即系即刻换只路飞啦。睇下仲有咩要换？呢只又系好多，6只。只兔仔又都有6只。唔知只兔仔有用啲，只男仔有用啲，睇下武器先。因为靠下留边只多啲嚟做武器。留多只兔仔先。2、3隻木，跟住有4隻兔仔，好啦，互埋啦，变咗2隻啦，
好啦，诶，大妈都要换多只，因为好多明哥，六只明哥。呢只，可以攞一只出嚟换多都。呢只有五只。呢个四只，呢个四只，明哥有六只，四只攞一只，明哥攞两只，咁我攞一只呢只出嚟换咯，变咗有两只大妈啦，五只，四只，一四只，四只。唔知个武器有冇用？我有 S 个武器都有用，咁唔攞咁多只啦。咁呢家数量就应该啱咁样换，因为明哥都有好多只，又系有 S 加，都 OK。真系唔会攞嚟换啲 con 字啦，当然有得换翻。佢哋里边啲角色咧，宁愿换翻佢里边啲角色。我唔知呢只有冇用咧。我呢只谂一谂先，自卡换唔换？始终我唔系好多，因为呢只两只四只，武器。因为好难决定，呢只唔换字可能卡迟啲储到石先至卡博唔博到扭到啦。咁我转球就试下换第二个 account 入嚟再扭过啦。好啦，换咗第二个 account 入嚟啦，我到最后都系忍唔住想抽埋佢啦，虽然头先抽得好差。好了，希望呢部唔好重复得咁金，搓齐晒啲阿卡，第三只。第四只。呢部有78出，五，第六抽。第七抽，开始重复，
第八抽。哇，重複啊！第九抽。第十抽啦。女帝十一，十二抽，呢个第十二抽起码有一只七星。十三抽，十四，十五抽了。啊，出物线。又再重複，十六抽，哇！又再重複，第十七，十八。好，第十九抽，好啦，第二十抽，第廿一。又系呢只廿二抽，廿三抽，哇！又再重复。廿四，今次機率咧真係差到咧，廿五抽啦，差到係呢六星都可以儲唔齊咯。廿六抽。廿七，廿八抽了，廿九。三十，骷髅骨嗰只真系未中过，真系凑唔齐啊！又重复，三十一抽。
32。第12抽中咗7星之后未中过。33。呢个就 wow 咧 connect 嘅坏处啦，突然之间断线。第34抽中到路飞啦，35。第36抽啦，好，37。哇，咁样重复相同，38。第39抽，明哥，第40抽啦，好，第二只路飞，正。41，42，43抽。好，44抽，好，嗱，第45抽，46。第47抽，好，第48，第三隻路飛。好啦，第50抽啦，去到，中咗我另外个 account 冇中嗰只，51，好，52抽。53，好啦，第54抽啦，55抽，应该唔齐铺啦，预咗。56，
57。58。第四隻路飛啦。哇！呢只又再重複六隻，好，第60抽啦。61，因為呢個 account 冇中過大貓。明哥，62抽。好，63。最後15抽會唔會都買只大貓俾我呢？同埋骷髏骨嗰只都冇出過，又再重複。好，第65抽。第66啦。好，第67。好，68。又嚟了，第69抽啦。好，70，剩低最後8抽啦。第71，其實啲十石機我好怕扭，因為好傷。72。好，73。第74抽，啲人成日傳會送多100石，哇，去到7隻。第75抽。哇！第8隻，76。第77。好啦，未出現過骷髏骨嘅。兩個 account 夾埋抽咗161抽呢，係未出現過骷髏骨嘅，即係經典，扭曬咯。咁就睇下咩換啦。大媽，呢度得2隻，3隻，明哥爺2隻。呢度有5隻，
即两只好难谂啊！如果要换嘢咧，我卡其卡先，呢、這个更加唔使谂啦，呢、這个咁少，已经有两只买，呢只我有两只。我、哦、呢、這个有四只，呢、這个有六只，呢、這个八只，二、三、六只，四。呢只做武器有冇用呢？幻一裂，呢只有四只，好，攞四只出嚟换咯，因为呢。個系列太多重複，換多隻七星老哥。呢度有五隻，有得進化，同埋有得變武器，所以五隻冇所謂照流。呢、這個有四隻。唔使特別換字，好似我卡大媽換唔換啊？之後先再決定啦，留住先，唔似得頭先個 account 咁咧。太側重一邊啦，所以可以唔諗都唔使諗咪換啦。咁我今日呢條片就拍到先啦，如果中意我條片嘅就俾 like 啦，如果有咩意見就留言啦，係再見，拜拜。